今天要分享的是2017的新车，尼桑的，Tomica 的93号的尼桑新车啊。然后总计两款，分别是一般版的白色版，跟初回版的算铁灰色版啊。然后就直接开箱、开盒、开盒才对。上面是蓝色，侧面是这样，这比较像房车啊。前面是这样，然后注意看那个前面那个引擎的部分，那个也是蓝色的 ，logo 是黑色的，侧面这样，后面这样。然后这一款比较特别，是它的后车门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可以这样，可以看到里面了。这是一般版的白色，然后初回版的是，这应该算就是铁灰色、啊。最近 Tomica 他们新车还不错，就几乎都有1:1的配率啊，就不像以前说初回的比较少。难道利英他们也佛心来的吗？对啊，是铁灰色，上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前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然后跟一般版的一样，比较起来应该是。车，哎呦，打不开，我就不信的，这样，后车门可以打开，侧面这样，然后车底也可以看到是2017的新车底啊，算还不错的一个车款，一般版跟初回版的比较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。